港巴赫会馆主席王明诚过去致力带动粤剧艺术。6月4日，王明诚在油麻地戏院主持粤剧新秀演出系列的开锣仪式，并为一众粤剧新秀打气。新秀计划今年正式踏入第二年，一众艺术总监合作培训他们演绎花旦身段技巧和唱腔，传授表演艺术与新秀演员。经过去年超过200场的演出剧目，部分新秀更已成为职业剧团台柱。对于一众新秀的表现，王明诚不予置评，表示不够资格去教导他们表演艺术。你觉得他们的新演员演成怎样？这个留待观众去给分评分吧。我当然希望他们努力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。你有没有平时都教下他们，可能哪方面会即可能改善，或者教他们平时你演出的一些经验？我还没有资格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王明诚的老公罗家英为新秀计划担任艺术总监，可惜当日他要为新剧目练习，未能抽空出席。至于一向对粤剧演出充满热忱的王明诚，则表示需要休息，暂缓粤剧演出。最近我不会，我在休息。会跳到几时啊？大概8月份吧。